小哥，这个白菜你不要用的吧？我没用啊。哦，那个肉拿出来。帮他把这个大白菜洗了，我丢啊！哇，上面还有虫子，看，上面一个鼻涕虫，我去，还活着。为什么这么多泡沫呢？你放了洗洁精？对。这么多泡沫呢？放了洗洁精，会毒死你。你的那个辣椒面呢？真的有点少，你看这么小的碗，都装不满。这碗多深啊，哥哥！再煮个白菜。好嘞，放桌上。这个蒸蛋。快熟了，我去换水，矿泉水没了。没得矿泉水了。又没了。什么？大火别把它关上了。哎。它那个顽童够了，你别去搞它。我搞它又怎么了？搞它就随便你爱吃不吃。哎。我换水去啊。哎，怎么是两个电了？哎呦，他妈要充电！不是啥呀，这种东西，比走路还要熟悉了。哇，这边还有人在 barbecue。最灿烂的烟火，从时间吹过。那老哥不会又在那边钓鱼吧？那么热的天气呢？这个地方上次看了房价是7000一平，7000，应该是公寓楼7000一平。这种别墅的话，应该都是要至少差个一半以上吧，肯定要10000了吧，10000以上吧。放点水。哒哒。哎，这边还有菜，这边晚上都做的吗？还是这边的菜晚餐吗？对，你们晚上都做的是吧？做啊。哦，看一看。好。便当，鳗糊便当。哇，坐在这边吃饭确实。环境挺好。扫了吗？扫了。扫的微信。菜不错，而且还挺实惠。哎呀，好重啊！好了，吃饭去了。蒸好了，腊肠蒸蛋。哦，有点烫，拿张纸巾。好多那种小苍蝇啊，车里面。我就是被那种痒咬的。我操，这个跟这个又没关系。你到你上面吃东西吃过，就会这个小苍蝇生出来，都不知道哪里生出来。给我盛碗饭，谢谢。你给爸爸妈妈端碗端筷子了没有啊？给自己的碗筷摆好了没有呀？打。你怎么想？
腊肠蒸蛋，下面土豆丝。凳子的你就怎么做，不要给我爬来爬去的。看一下阿喜一家三口吃的，青菜、土豆，这个是腊肠蒸蛋。嗯，辣酱经典。有媳妇儿真好呀。那赶紧找个媳妇儿啊。赶紧叫媳妇儿来呀、啊，贾哥，你要知道，一切为了找个媳妇还不简单吗？没还对，关键是你想不起媳妇也是没有用的，是吧？啊、对，没有孩子的媳妇你也吃不上饭。自己把自己的饭吹冷，自己吹。快吃啊！你这土豆是多好吃吗？不吃。都拿出来吧。老好吃了。哥钥匙。去拿个拖鞋，嘉明拖鞋在车上，那没拖鞋挺麻烦的。去不去，爸爸？爸爸背你去，去不去？啊？去不去？危险啥呀？这不？走，前面让让，我给你拿拖鞋去。还要吗？不要了。不要了。呜、哦、，so baby。Who's so baby? 不下雨啊，这水啊瞬间就降下去了，降得很快，我也不知道是前面开闸放水呢还是怎么样。嘉明的拖鞋还有帽子，现在我就一直停在这个车位，好吧，这里晒不到太阳。特别凉快，要出门的话直接上车就行了，很方便。哎呦我去，嘉明的拖鞋，呀好舒服啊这个。哎呀，天籁后面是，天籁这个座椅是真的软，就沙发一样。手上，我身高，哦，爸爸妈妈对我经历的太多，是不过青春的角色。嗯，啊，那边有一个人，看到没有？这天气老热了，在那边钓鱼。白天真的钓不到鱼啊，大哥。呜呼！嘉明，过来换拖鞋。好，拖鞋咱们一起洗碗。啊？你说小话干嘛？跟你讲话。嗯。嗯，今天我们去个小摊。嗯，今天不上的了。是说啥呀？那说啥？你自己呀。这个词要聊吧？只能看电视，爸爸弄台电视给我看。他指的是有媒体。